事情吗？这个比赛？投进行两个位置，他们这个团队，他们这个团队是个龙，但是他不是。现在台湾呢，韩国那边是冬天很冷，但是台湾这边很温暖。台湾这样算温暖吗？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冷啦。好啦，那这个是有点国情不太一样。那就是我们的那个 TGS 也是第一次来到这边嘛。觉得怎么样呢？台北的龟吊展应该还不错吧？他说在刚刚10点进来的时候，发现有非常多的玩家在排队，他觉得我们台湾玩家非常有热情。哦，那是热情玩家，是给纪念掌声。非常多热情玩家，那就让我们请两位稍微往前面一步。稍微往前面那边移步，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都是我们 CEO 的，那我也想问一下台湾区的那个营运负责人，请问一下那个 Ruby， 就在台湾这边呢，有没有就是吃了什么样特殊的食物，可以跟我们的那个 CEO 来推荐一下？因为呢前几天那个毕拉乔阿维奇来台湾，他就说，哎，那个臭豆腐好臭，皮蛋我不敢吃。那不知道呢，我们就是来自于韩国这个游戏团队，有没有什么样觉得特别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？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分享？